never could have been thinking I would know what the future bring。今天呢，带大家去地质的新山梦湖啊，站内湖的湖州站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叫了一台 Gogoro， 发现一代的车子好像不太能坐，我们坐二代的吧。Let's go。哦哇，所以它还有一小段的步道需要走，大概10到15分钟吧，看你的脚力。哇，看到没有？慢慢的走下山了，哇，超悠闲的今天。行啊，这个是给你拍照用的。哦，算是私人土地啦，不过这个很适合拍美丽照片的地方。小鱼，清晰可见。这边就是那个大家会拍网美照的地方。这一趟行程呢，总共来回花了615块，还算 OK 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他还车必须要回到台北市才可以还车啊。那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